当时其实为了这个剧就写了两三首歌，大家都打我枪，然后挑了一首我这个战斗力休息的比较合适。然后那个歌是喝了多久了？有喝酒，应该每天都有喝一点点。我自己以前毕业的时候印象深刻应该是还是有一首歌吧，就是毕业生都会一起，因为就会感到感动，然后毕业会舍不得。那我觉得有一阵子